自己有那个 DJI 的那个 gimbal 那个稳定器，有常用那个来拍摄短片。那你觉得用起来体验感怎么样？体验感很稳定，在价格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价位，就是比起美国或者其他品牌的一些 DJI 的这个价位，是真的就是学生来购买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value， 所以用起来也是很稳定，在它里面的电量还有里面的这个机器握起来都非常稳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兴奋。在回去之后，我会蛮想再做更多关于这 DJI 这个大疆的这个研究，特别是里面这些科技的，还有我现在手上有这个手册的话，也能够回去多读一点。